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会向大家示范玩这个 Angle of Stick 5，OK，就是有 hack 的这个，所以我们来开进去看看。OK，首先你可以看我们的钱，我们 Gem 是零的，OK，所以我们要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破第一关到第十关。可是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枪啊，我们的 weapon，我们都必须 upgrade，可是需要很多钱来 unlock 它。可是我们不够钱要怎样办呢？所以今天我这个 hack，我做这个 video 是为了给大家更容易玩这个 game，就是也许不用浪费更多的时间，就可以得到全部东西。OK，所以今天我们再出到外面前。出到这里，我可以看左上角，A 看右上角，我们有一个 gems 跟那个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按那个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它有显示很多款要钱买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选那个99块99仙了，你按就可以了，要按几多次都可以，你的钱都很多不用完的。OK，我们再看左上角，我们就可以 upgrade 我们的 heroes，然后到。达到level 最高，OK，来我们看，我们就玩第一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全部钱，因为我们钱是 unlimited 的和 gems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钱来 unlock 它，OK，我示范给你们看啊。全部呢，我们都可以弄 maximum。OK，来，我们看另外一面。当我们 max 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选我们要的朋友，我们就 tick 他。OK，可以选择两个。OK，全部完了过后，我们就可以 start 了。start 进去，我们就可以看，选择我们的枪。OK，这是我们要的枪。示范，开始走看。OK，所以这个两个朋友会帮我们去，就是更容易破关这样子。又可以换刀，因为是第一关，所以你已经 upgrade 到 level 很高了，所以会比较容易玩第一关，过后可能过后会比较难玩。我们就可以右上左上角，我们可以变身，按那个青色的东西，powerful。OK，我们的朋友会帮我们打。OK，今天呢，我做这个 video 是给大家更方便、更省时间的去玩这个 game。所以你们如果有在 install 的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在 comment 在下面。OK，谢谢大家。